今天的主题是实验，食物的食，厌恶的厌。在开始禅修之前，你可以先选择做一点简单的伸展运动，或者是拉筋，或是配合几次深呼吸。花一点时间检查自己的坐姿，那最起码能够让自己的姿势是有助于警醒的。让自己的坐姿不要造成没有必要的内在的挤压，所以那个感觉你的胸腔是打开来的。伴随着呼吸的膨胀跟收缩，这里面连带的涟漪，它能够尽量没有障碍的扩散，身体很松软，所以它能够允许这些涟漪扩散。提醒自己，这个时候我们内心寻觅的不是那些粗糙的刺激的食物，不是那些需要我们去透过担忧、透过竞争、透过饥渴而得到的愉悦的感觉。这是我们训练让自己的心是以更细致的食物来滋养。像什么呢？像是能够安静下来、宁静的喜悦，像是能够放下贪忧，然后内心有饱足，在简单当中得到的饱足感。不管你是以什么样的滋味在滋补自己的心，在让自己的心安定下来，去留意着动作，那个正在滋补的状态，或者是正在脱离开担忧的状态，正在放松下来的状态，正在汲取着那个内在雄沛的能量。类似像这样的主题，你可以挑选一个，认真专注的去进行着这个动作，去品味着这个动作，去观察它，去熟悉它，去将它细致化。才几个小时之前，跟随了我19年的一只猫咪才刚刚过世，几乎是看着它过世的。很碰巧的是，2天前它的可以算是哥哥吧，另外一只猫咪也过世了，从小一起收养的，那他们的这个过世的时间是那么样的接近。然后这两只猫咪，它是大概可以不客气的说，是在无微不至的照顾之中生活着。为了要他们健康，除了提供身体上面的资源，
甚至会像遛狗一样带他们出去逛，到空地去，在公园里面，他们跟我的那个亲密的程度，那是完全不需要猫链狗链，四处跟着。那这将近20年的时间，大概跟在身边最久的就是这两只动物。然后在他们离世前好几个月，就很明显的那个食欲就下降了。两只猫咪最后都几乎是变得骨瘦如柴啊，尤其是要离世的前几天，那个几乎是处在一种完全不进食的状态。熟悉动物活动的人就会晓得，很多的动物它在死亡之前，它几乎是完全没有食欲的，有的甚至连喝水的欲望都没有了。我们利用这样的主题来观察一下这个食欲。你看那个在接近死亡的动物，它忽然之间它不想吃东西了，它平常最爱的，不管是什么样的点心，不管是什么样的主食，在面临死亡这个最不舒服的这一刻，都没有办法唤起他的注意力。他对这个食物不只是不感兴趣，而且甚至是感觉到厌恶的。平常遇到食物是贪婪的吃，吃东西大概是他们最大的快乐。在面临死亡的时候，是一点胃口都没有。因为深度就去思维了的话，啊，这个吃东西这个过程真的是很奇怪的。你怎么会要把外面的东西塞到身体里面去？我们是对于吃东西这个过程如此的习以为常，所以感觉到这是天经地义的事，感觉到这是很自然的事。实际上要能够把外面的东西塞到身体里面来，那是我们这个身体的结构，身心的结构，还要有很强大的对食物的欲望，你才能够克服重重的困难，把一个外界的一个东西要咀嚼它，要消化它，变成身体的一个部分。要像这样子的强大的想要吃东西的这个欲望，它几乎是在每一个细胞里面你都可以发现得到它的影响力。所以我们身体的每一个内脏，它都在对脑子发出讯号来，多给我一点，多给我一点，我还要，我还要，我还没有够。肝脏在平常的时候也不时的发出这样的讯号，肾脏也是不时的发出这样的讯号，那胃、那小肠、那大肠，几乎整个的身体，那个构成我们的身体的每一个部分，那个神经系统那扎根的地方，几乎无时不刻的都在，我还要，我还要，多给我一点，多给我一点。然后这些动物，包括我们人类，在面临死亡的时候，很多的那个动物，人类最常见的死亡就是器官的衰竭，肾脏的衰竭，肝脏的衰竭等等的，心脏的衰竭。衰竭了之后，那个不断发出来的讯号，我还要，我还要，它被终止了，它被中断了。因为我没有那么强大的欲望在支持着你，要去寻觅食物，
要去把这个外在的东西吞到身体里面去，让它变成自己的一个部分。那这个讯号它只要一个程度受到干扰，那个食欲的感觉就不一样了。所以很容易你在吃饭吃一半的时候，外面飘来一阵垃圾的味道。吃饭吃一半的时候，旁边人聊天聊起他在茅厕里面，他在厕所里面的见闻，然后忽然之间那个胃口不一样了。那一个用心的在观察诸行过患这样的禅修者，他生活里面几乎没有例外的，每一个例子，每一个遭遇，都在提醒他，都在帮助他导向厌离、离欲、灭。简单的来讲，都在帮助他看到那个执着是如此的枉然，看到执着是如此的愚蠢，看到执着是如此的痛苦。然后你如果你观察一下你平常的心，它是被什么样的东西轰炸着，被什么样的东西摆布着，往往就是一连串的去寻觅食物这样的指令。那指令是一方面来讲它是非常强大的，强大，所以你几乎无时不刻的那个眼睛在张望着，你的耳朵是伸出去的，那神经的天线是不断的在外面探索着，在寻找有什么东西适合咀嚼，它咬下去之后会有滋味，那个汁喷出来的时候，那个快感，吞进肚子里面能够膨胀自我的那个满足感。然后在另外一方面，这个食欲它又不是那么样的强烈的，所以它可以受到很多很多的这个条件的阻隔中断。所以像是猫咪它在面临死亡的时候，那个器官的衰竭，平常你迫不及待你要狼吞虎咽的食物，在那个当下就是一个一个感觉它受到阻隔了，一个指令它受到阻隔了，那个食物忽然之间变得是恶心的。你忽然间发现到真的把食物放到身体里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。那个禅修者他说修的不放逸，那不放逸的其中的一个意思就是他不习以为常，他不把那个平常的那个惯性，平常经常处在的状况，经常旅行的活动的模式，当作是本来就是这个样子，当作是一个安适的、可以安全的、放纵的、让你立足的地方。他看到那个平常的心，他几乎是没有间断的，一直被那个饥渴的指令轰炸着。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？那是一个很不舒服的状态，那是一个一直在煎熬着的状态，那是一个一直觉得不够。所以你必须要一直要多一点，要多一点。你一直在工作着，然后这个工作最终它不是服侍你的，这个工作只是在服侍着欲望，在服侍着食欲。那这里讲的工作，它不只是你上班，你付出劳力，你付出心力。那这里的工作指的是你每一个把注意力灌注到你的眼睛里面，
让用你的意志参与在你的耳朵那个听觉里面，要处理世间，要能够进入得到那个佛法的法流里面，注定是通往那个最终的安宁，那无上的满足。你一定要看到这个，这个比看到什么玄深的什么无我的道理啊，什么空性的道理都来得更加的真切。那佛陀要表达的是这个，那个被火烧，那个一直让你坐立不安，那个一直在煎熬着你的心，让那个心会奔腾，让那个心要钻进那个地方去，要扛起什么东西，要变成什么东西。你去看一看那个里面，那个每一个动作后面都是张开嘴巴，都是流出口水，那煎熬啊，那黏着啊，吃不饱啊。你们把这个看得清楚，对这个深刻深刻的厌离它，把它看到透了，它能耍的各式各样的那种花样，你都完全了解它了。所以你不止对于这种不断需要食物的这种状况，你不只是没有眷恋，你是心里面是充满恐怖的。你简单的来讲，轮回它除了吃之外没有别的了，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而已。你认为你在里面能够玩的各种的游戏，我能够变成是谁，我能够跟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关系，他那个最终都可以简约为他就是在吃。然后你能不能够在你的直觉这个层次，在你的动作这个层次看到那个吃，看到那个吃的欲望，看到那个心他怎么样被这个吃煎熬着。然后这个吃这个过程，它是要耗费多么复杂多么庞大的其他的资源才能够维持着它。所以虽然你的胃你的肠胃在告诉你的脑多一点多一点，你的肝脏在告诉你的脑多一点多一点，只要你的肾脏它在不舒服了，那就没有食欲了。那你看看，你要能够让这个外面的这个东西被你咀嚼，被你咬碎，它放到身体里面来，它有那么多的支援的动作，那肾脏要帮忙，那肝脏要帮忙，那膀胱要帮忙，那大肠小肠，那是一个多么大层面的一个耗损，多么大层面的一个工程，它就在支援着这样的一个欲望。然后如果你不留意的话，如果你继续是滚在无明里面的话，你就是它的一份子，你就是这个里面这个在服侍着贪的里面的那一个动作，那一个冲动。那个里面是没有完结的，那欲望它像是一个无底洞一样，它像黑洞一样的，它可以吞噬整个宇宙，但是填不满它的。
你有没有看清楚这一点？真正看得清楚的人，连身毛都要竖起了。你真的看得清楚的人，他的轮回，他能够提供的各种的诱骗，那各种的味幻里的味，滋味的味，在你的眼中都是如此的肤浅。好像是画在那个濒临死亡老人那个皱纹皮肤上面的一点妆，一点意义都没有。你不会因为看到那个口红涂在那个濒临死亡的人的嘴唇上面，你忽然之间就性欲高涨的。然后在这个修行的过程里面，当然像是我们的肉身要活着，不得已有吃食物的这个动作，可是对于一个禅修者，那个心情是全然不同的。他不是为了逸乐而吃，他不是为了娱乐而吃，他对于吃的这个动作，他的那种浪漫的想法正在止息中，正在趋向宁静。那个在吃里面的那种旺盛的生命力，那种迫不及待，那种争先恐后，那种我为了要膨胀我自己，我为了要肥润我自己，我不惜把其他的生命吞噬下去，那样的那个冲动，在一个剑法的解脱者里面，都是消灭掉的。然后所有在这个过程里面的那个吃，它只是一种为了要缓解眼前紧迫的不舒服感而采取的动作。你可能你听到这样子，你会觉得那么没有意思啊，剥夺掉了吃的乐趣，那这样子吃东西就不好玩了。那眼睛打开的人，他看到的就是，本来就是不好玩的，他本来就是一个你在为了那一点点的快感，在付出庞大的代价的。你就连在睡觉的时候，你的肝脏都还在对你发出指令来，我还要，我还要。你在梦里面，你都还在追着美食，那个刺激精神的美食，跟肥润身体的美食，那个烧，那个煎熬，那个是烧到你的精神的最底层的，那个是煎熬到你的精神的最底层的，那个在避免着你去体验到那个最升级的安乐，那个宁静，那个平安的，就是这个。然后你却乐此不疲的，你那么样的急忙的想要再跟他混在一起，它的产生，那个滋味的那个产生，那个食欲的产生，你是如此迫不及待的要贴上去，那么样的亢奋的去迎接它，去跟它揉在一起，滚在一起。你都不一定要能够做到所有的欲的消灭，你光是能够看到这个，你跟欲的关系，你跟食欲的关系就都截然不同了。佛经里面讲的剑法，那个佛经里面讲的欲流，那个佛经里面讲的出国，它就是建基在这一种，你有没有
全盘的去跟这些经验跟这些动作建立关系，建立起一个新的关系来。所以就算你还没有做到彻底的超越食欲，起码你在禅修的时候，你可以增加你对于食欲的警觉，你能够训练你自己去看到那个食物、吃东西众多的过患，这里面有多少的代价，这里面有多少的煎熬，这里面有多少的浪费，这里面有多少的不敬。用你的聪慧帮助你的心从不同的角度越看越清楚，所以你的内心那种要去依恋着食，要去攀附着食欲那个冲动，它只是每天每天在减少中，它不是在增长的，它是越来越减少的。虽然你不一定体验到它完全止息的那个滋味，那无上的清凉，可是你可以透过正念坚定的方向感，也就是正智，确保它不是在茁壮在成长的，它是与日兼损的。光是能够提高警觉，去留意你的心现在是有什么样的食欲在烧灼着它，这个食欲不一定只是指针对着物质食物的，它包括对于经验的任何的经验的那种食物，你就算只是一瞥眼的能够看到那个心，他对于经验张开嘴巴的那个德性，那往前冲的那个德性，那个口水流出来的那个德性，你能够花一点时间去感觉到那个的刺痛，那个的煎熬，而不是每天没有间断的只是被食欲所追逐着，这样的那个禅修已经是有非常大的功德了。所以你不需要是一个特别聪慧、特别有哲学素养的人，你只需要是一个用心的人，一个虔诚的人，决意要去认清楚这个真相。那么就算只是一瞥眼，它会带给你深刻的转变。
就学实验想你的禅观的重心可以是以下的任何一种，光是能够更加的清楚确知什么叫实欲，它是怎么样在折腾的心，去看到那个实欲这个动作，这就是值得你专注的一个对象，或者是你可以特别的去留意那个食欲的苦，它怎么样在烧着心，它怎么样在推挤着心，好像这个奴隶主用鞭子在驱赶着心一样的，那个心这样子傻乎乎的在服侍着欲望、食欲这个奴隶主。或者是你可以去留意这个食欲或者食物的任何一个过患，你看到它是要耗费那么多的能量，要那么样的劳师动众，才能够支撑着这样的一个活动，把外在的食物狩猎、捕捉、撕裂、咀嚼、消化、排泄。你知道这里面有多少的地方都会出错？那狮子在追捕动物的时候，一不小心牙齿断裂了，它之后很有可能就不能够狩猎动物，要饿死了。消化过程里面那个胃酸分泌的过多，就让人得胃溃疡了。那外在的那个食物可能有一部分的养分对身体有某一些程度的好处，有好一部分的部分它是毒素，它是致癌物，它是污染源。你要放在你身体里面，一方面让你活命，一方面你在慢性自杀。或者是你光是在心里面保护着自己的心，让他在面对食欲，面对那个食，他是趋向平静的，他是保持这一个安全距离的，这都是值得专注的禅修目标。你看看什么样的角度能够帮助你更了解。就是看起来好像很绚烂很复杂的人生，有那么多的故事，这些故事可以改编成没完没了的小说，没完没了的连续剧，这么多这么多，你回归到最底下，它就是这个在吃东西这样的一个动作，它是多么的不浪漫啊。两只猫咪在死亡之前好几个星期，嘴巴身体不时传出恶臭，这个很明显的就是因为身体内脏里面某一些器官它已经是 shut down 了，它已经是衰竭了，它已经没有在做它的工作了，身体它累积了很多的垃圾，很多的毒素，它没有办法排出去的，张口呼气都是恶臭味，像是腐烂的尸体的味道。
整个的消化系统，那个供给我们吃喝玩乐的那一套系统，它就是这样子。它让你在主观的经验里面感觉光鲜亮丽，感觉浪漫，感觉爽快。但是它里面的层层面面，你稍微留心一去看，它是搬不出台面的，它是见不得人的。有一天，如果我们是够幸运的，能够活到那么样的长寿，也是要面临同样的尴尬。你有没有在医院里面义工，或者在医院里面替人家送终，看到那个长期便秘的人，那个大便塞在肛门口，塞在直肠排不出来，最后那个护士跟医生要拿类似像汤匙一样的工具来挖，那肚子越鼓越大，因为里面塞满了粪便，排不出来的。这不是一个极端的例子的。你想想看，眼前你当作是家的，这个提供给你玩乐的这个身体，它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走？是肝脏的衰竭吗？是肾的衰竭吗？是屙屎都屙不出去吗？看起来无疾而终的人，那只是他的外表的症状，不让人看到他有什么内在的疾病。实际上，往往都是内在某一些器官的衰竭。这个就是你还要钻进吃东西这个活动里面要付出的代价。拎着这么一大串臭秽不堪的消化系统拖着他走，到什么地方都扛着他们。他有1000万种可以出差错的方式，不管是多么先进的医学，多么流行的保养，多么高级的道家的养生之术，没有办法全面照顾的。
希望我们心中所关爱、所祝福的一切的众生，不管是人类，不管是动物，他们都因为我们的关爱，因为我们的祝福而提升，而解脱，而不是变得更加的粘着。